불러 외계인 너와는 난 통하지가 않아 天冷天冷，我看这件衣服不好气笑啊，差点就完蛋了。天啊，好了，我们走吧，时间快到了。肉就都给姐姐吃，这么多？不会啦，不会太多，你赚太多了。哎，当成第一次一起喝酒，关系变亲近的纪念啊啊啊！这下怎么办？对不起，这下服装室又要跳脚了。啊，不不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们服装室有几套备用的衣服，对吧？大婶，请给我们一些湿纸巾，湿纸巾。啊，这该怎么办才好啊？我姐姐，我姐姐，衣服衣服衣服呢？今天一套都不剩。什么？怎么办？真的很抱歉。快走吧。哎，为什么表那里整天都不接电话呀？你们是开除他了吗？哎，通常做错事的人，我们至少要原谅他一次。你还真没人情味啊！该不会已经被别家电视台挖走了吧？才过了两天而已。那天啊，收视率冲那么高，别家电视台的主管应该也都看到了。表那里的位置，你今天打算怎么处理呀？什么怎么处理？当然是让表那里播报啊！真是。你为什么不接电话，臭丫头？马上回电视台。什么？那么，我可以回去工作吗？你以为开玩笑啊？你，哎，给我快点！如果再开天窗，就没机会了。快过来。这里已经不是姐姐的位置了。哎呦，这怎么可以动手？放开我！怎么了？放开我！怎么了？代表您要做什么？表那里小姐，你要好吗？史小姐，为什么这样？史小姐，史小姐，你醒醒啊！我来抱好了，代表。你快点把车子开过来。是。周日晚间10点，嫉妒的化身在中视。